谁在乎你的死活呀？我在乎。谁说我是君子了？为达目的，我向来不择手段。杨采薇死了，为了你，我承受什么痛楚都心甘情愿。如果你不去找他，他就不会死。三位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快开！你当这样娶那个丑八怪？杨采薇是我江过门的娘子，请你尊重她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比不过这种人。你找我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让你做回真正的杨采薇。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，我要娶你。如何死的？先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代替你成为潘夫人，而你就要代替我成为魏晴自己。我还在给你准备好了。月哥，你终究是属于我的。看你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这样对我？张文成，你究竟在隐瞒什么？原来是你。啊，潘越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偿命。啊？喂，疯了！不是你要我偿命吗？对我有敌意的又何止他一个？你很怕我？没有。不喜欢，但是江总怎么如此？想知道？哦，可我偏不想告诉你。大人，大人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潘越，潘越。那今晚你便跟我走吧。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我总感觉看不清你。看到的未必是真的，看到的